病毒，咱仍聊这麻烦的，回去了啊。一定要全花拐啊。这注定是个特别的春天，祥和的生活却突起波澜，是什么拖住你归乡的脚步，是什么凝固了我们的笑颜，远方传来没有硝烟的召唤，我来不及再看一看你的脸，你却已奔赴生命的前沿，众志成城攻克世界。停住呼喊，你不孤单，加油呼喊，我们携手天地间。停住来一遍，加油！你不孤单，加油！不喊孤勇，不喊杨平宇。我们携手天地间。大家全国帮忙，武汉是能够过关的。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。是个特别的春天，祥和的生活却突起波澜。阿姨面，平安回来。是什么拖住你归乡的脚步？是什么凝固了我们的笑颜？远方传来没有硝烟的召唤，我来不及再看一看你的脸，你却已奔赴生命的前沿，众志成城攻克世界。停住呼喊，你不孤单。现在是大年初一中午的十二点，在武汉所有的这些都已经全部到位。山东德州的通风设备，山东潍坊的板房，已全部第一时间运往火神山医院。相信铿锵的誓言，我们相信生命的平安。停住呼喊，你不孤单，加油呼喊，我们携手天地间。你的脸，你却已奔赴生命的前沿，众志成城攻克。